到五哥跟为了大嫂的名字啊，应该还没来写吧？又廷哥跟雅姿，啊，这个先不要说，怕是。哎，那一人哥跟许命嘞？哎呦，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要两个人两情相悦才能来写的。不对啊，啊，可是如果是两情相悦了，认定在一起的，再来写这个，那就没有灵不灵的问题啦。哎，你这样是很不敬的。你知道明明就有注定的缘分，这是很奇妙的。哎，你知道吗？暴雪说这间宫庙呢是很灵验的，他还来这里求了红线。黑人哥也信这个啊？对啊，你要不要求一个？我陪你求。哦，不用了，我不需要。媳妇，你干嘛跟我出门？你应该在家里等你的艺人回来啊。哎呦，他跟海小出去了，我当然要趁这个时候开溜啊。我觉得你跟 Kitty 告白之后，变得好像不太敢面对他，哎，你变了。对，我就是变了，我变得更帅，更有男人味了，怎么样？羡慕吗？不是，你是霸道总裁都不霸道，你现在是输了。你是欠揍。真的啊，你是不敢面对他跟我出来的啊。我等一下跟客户有约要去谈 Kitty 的事情啊。哦，是哦，约几点？下午一点啊。好，你看你变了啊，你以前下午的约没有睡到十二点你不会起床，怎么可能那么早跟我出门？你是不知道，早起对身体好，早起的鸟又有虫吃，早起头脑又清醒，我们不只能去梦一期坐一下再去跟客户谈吗？可以，那我可能要跟你啰嗦一下那个低效的部分。来喝水，谢谢。啊，你不是搭高铁吗？怎么累成这样？搭高铁也是会累的啊，而且我一下高铁，我妈跟阿姨就一直在逼问妹妹在台北的所有事情，就聊一聊。我回到家也快凌晨一点了，我都不知道我几点睡的。那妹妹要找我吗？有，他在高铁上的时候还说想你，就一下高铁看到我阿嬷之后，就忘了你。好啦，你不用想那么多啦，小朋友就这样啊。反正我相信他一定会记得你的，不然到时候我开个群组把你跟阿姨加进来，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啊。好啊，不要想那么多。我在想，如果现在生一个小孩，你觉得怎么样？太突然了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突然？你不觉得妹妹很可爱吗？她是很可爱啊，可是这跟你要生一个也差太多了吧？你看妹妹来这一趟，我跟宋志强才发现我们根本就不适合有小孩。我跟她公司才刚开，然后这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可以找保姆啊。找保姆，你现在都不知道保姆费有多贵哦，我跟宋志强负担不起啊。而且这样你放心吗？你知道新闻报道之前又一直在报说什么保姆虐婴，超恐怖的。哦，我知道这个你自己已经说过了，可是松林就说他可以带小孩啊。而且你不觉得有小孩之后人生好像变得很不一样，好像更完整更圆满。佳佳的转变还真大，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要找松林聊一下才行。老公，松林。哎，老婆。哎，杨晶。来，坐坐坐坐。啊，怎么在聊什么？我们在聊佳佳跟妹妹的事情。哦，松林，讲到这个，我正要跟你说佳佳的事。佳佳怎么了？就是佳佳觉得妹妹很可爱，所以她想要生一个。她说，如果生了一个像妹妹这么可爱的女生，她的人生就圆满。哇塞，松林，哎，一个妹妹改变佳佳这么多，哎，松林，你真的要加把劲。对啊，你要加把劲。哦、你先叫服务生啊。啊，服务生。好，这是我们的菜单，你看一下要点什么。茫茫的人海里，希望大街大闹如此幸运，怎么爱上你。谢谢。
林志玲小姐，我已经等你两首歌了，你要不要做你的主视觉？你要听歌可以，手要动吧。好，我马上。嗯，光信，不要专门给他压力啦。过来。好，不要坐在这，你不要坐在这哦。哎，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你名字有空？我跟子云有约。哦，那我先过去了。哎，等一下，年轻人，人家男朋友就站在这边，你去那边坐，这样合法吗？我只是来跟子云讨论主视觉啦。王希，不要闹了啦，一鸣就在讨论公事而已，快去吧。哎，要喝什么？一杯宽大味咖啡。好，谢谢。嗨，子云。哎 ，Hello。你看一下这个方向怎么样？不错哎，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大胆一点。哎，子云，去 K 姐 Pop 找麻烦那些人怎么样？哦，都解决了。解决就好。那我们再找时间去看 K 姐。好啊。但是我最近要加班，怕加班太晚。爱情公寓不是有门禁吗？嗯，没关系，等你有空我们再去。我说一下，何老板，你的精力就拽那边，在这边干嘛啦？啊，他们就要讨论公事没？你傻了吗？他在支开你呀、啊！你不要看那个夜眠贵的样子，我跟你讲，没那么简单。对呀、啊，这店里是可以干嘛啦？你看看你的老婆对其他男人笑得那么开心，对你笑得很尴尬。讲什么？叶美，这个 logo 是之前子云设计的，但是他最近比较忙一点，所以苏静说可以问你看看，你有空吗？我没问题。好，太好了。我们龙泉物业想要设计一个旗帜，那这个旗帜的图案啊，就以这个 logo 为主。logo 是金色和黑色组成的。我觉得搭配白底还不错。我是不可能取白底头像的。这样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单纯就颜色来讲而已。吓到人家了。没事没事，还是志强哥，你有偏好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红旗怎么样？红旗？不行，红旗像军旗。像军旗就像军旗啊，军旗很有精神啊。当兵当不够，都已经退伍了。还要把这里搞得跟军中一样，而且你请的人来就要尊重他的专业。没关系啊，我们都是遵从客户的需求。不，他说的有道理。叶敏，那就按照你专业的美感下去设计，但是记得重点要霸气亮眼。好的，那请问我后续的话要跟谁联系呢？跟他联系啊，他叫做徐凯琳，是我们公司的秘书。你好，你好。我叫徐凯琳，请多多指教。你好，我是叶明。那志强哥，你们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尽快吧。尽快。logo 的 AI 档已经没有给你了，请查收，谢谢。我收到了，谢谢。对了，叫我叶明就可以了。今天有可爱的你，还有可爱的猫，好开心哦！人家男朋友就站在这边，你去那边坐，这样合法吗？我只是来跟子云讨论主视觉啦。王希，不要闹了啦，一鸣就在讨论公事而已啦，快去吧。取消对子云的 IG 追踪，这样宽上就不会误会了，应该比较好吧。松林哥，韩森哥有强迫症，那他会不会有暴力倾向啊？他有强迫症是因为他对自我要求很高，所以强迫自己。我刚刚聊这么久，我不觉得他有任何暴力倾向。
可是他现在就在强迫我啊！我现在手机来电显示，只要显示韩律师，我都快吓死哎。OK， 那我再找机会跟他多聊聊。好，聪明哥，你再帮我跟他聊聊。那现在朵拉姐不在，我也不能找他帮忙。没钱，就只有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了。万事拜托。OK， 我知道。不过，我也想知道，你真的对韩晓一点意思都没有吗？大家都是朋友啊，为什么一定要有意思，一定要成为男女朋友啊？怎么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是秀明对你跟黄总监说的话？哎，对，像你那么一讲，我好像有点懂秀明的感觉。哎，不过我不一样啊，我对他一片痴心。我这边有些建议，你听一下。好，大家都知道你对秀明很有意思，不过感情这件事情呢，就是顺其自然。或许有天秀明想通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宋一哥，你现在是在叫我放弃吗？应该是说你的过度关心，或许造成秀明他的美丽的负担了。我懂你意思，你意思就是说。不要一厢情愿，不对啊！阿黄总监也这样对秀明，秀明也对他没感觉啊。我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说，一切的决定权还是在秀明身上。不过，松林哥，那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吗？我站在秀明那边。这个秀明一定很喜欢的。好了啦，不要再擦了，叫老板以为你嫌弃他们，过来打你。他会觉得我是热心帮忙，你懂什么？啊，你哦，最近吃饭的时间比较少，擦桌子的时间比较多哎。那你管我那么多干嘛？你不要看我这边，你吃你的啊。那我有办法吗？我要负责看着你啊。啊，你是不是因为韩晓跟小燕的事情才会这样子？你还好意思说啊？你到底跟他讲了什么 ？What can I say？ 我要说的我都说了。你老爸的女儿的 temple 跟你一样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好是去改一改。Troy， 跟你一样不是跟我啊？哎，跟你说，就是有讲过，心里才会坦荡，铿锵有力。哎，你总是这么多理由啊你。松林，我今天没事啊，你要临时约也可以啊。对你，没有 time is money 这个问题。拜拜，待会见。心理医师又来咨商，他跟你是不是有心灵感应啊？知道你老毛病又犯了，还是说打给松林，跟他说你刚刚又开始在那边擦桌子？How dare you? How dare?好了好了，那开玩笑的啦，我不会打趣的。吃饭了，吃你的饭。哪来的饭？面，吃你的面呢。好了好了，吃面吃面。哎，我跟你说，就这边嘛，就是这边。我跟你说，我就在这里许愿的，然后都成真。这里呢是大家都会来的地方哦，根本就是观光景点，大家来都要打卡。嗯，点解啊？哦，因为我在这里许的愿望呢都成真。可是今天这边怎么都没有人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了。But it's your lucky day。你看，如果很多人来的话，你要许愿，排都还没有排到你嘞。来呀，许愿许愿。真的有这么灵哦？拜托，我在这里许的愿望都成真。哦，难怪哦，秋婷跟你告白，那是你许的愿望对不对？他的告白真的是浪漫又感动。哎，不过我跟你说啦，秋婷呢嘴巴是有点坏，但是呢她心地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她帮我接的所有的通告，她都没有再跟我收经纪人的费用的。你只是出乐。
好了，也来许愿呐。不用了吧？要了，都来了，快点上去，上去，快点。上上去啊？对，直接上去。然后你就面对一零一哦，然后就用很像要把它吞掉的样子，然后呢，你就打开你的嘴巴把它吞掉的样子 ，OK？我希望有一天我哥他会认我这个妹妹。好，光心跟子云晚一点会把设计好的主视觉传过来。 OK 啊，那我先出去。哎，等一下，俊文，有一家很好吃的肉羹汤啊，我带你去吃。下班后，啊不，那个跑完步之后再带你去吃。好。跟你说，他的小菜很厉害，哇，那个黄瓜很入味，还有那个豆干啊、海带啊，好香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哦，我跟韩森中午去吃过了。那你中午吃，你晚上还要再吃？啊，因为很好吃啊。记得哦，那跑完步带你去。好。你电话响了，你不接啊？八成是凯里了，打来抱怨邱又廷了。这种接的没好事啊，不要接了。但你又没接，你怎么能确定？啊，好了，接了。喂？韩晓，啊，没有没有，我刚才在忙，所以没接到。什么事啊？啊，起床了。啊 ？Precisely， 我不否认我习惯教我的当事人在法庭上如何去面对跟处理，但这不是个问题啊。是不是问题了？只是感觉你都会请黄总监帮你传话。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管太严了 ？What？ 像是我听说有关韩晓跟小云的事，你不是很开心啊？这不就代表你很担心你爸爸的女儿韩晓的状况？其实我不想管的。韩庚先生的女儿来台湾追星，他要追谁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想管。但至少他的安全方面呢，我要向他的爸爸韩庚先生回报的。来走咩啊你 ？You only left 1 hour, OK？ 你开始想我是不是？谢谢邱总，你大人有大量，我再找时间好好跟他说一下。啊，对 ，Kelly 是他女朋友。好好好，邱总拜拜。老公，这个给你。怎么啦？邱总很生邱婷的气啊。对啊，他真的很不应该，怎么可以跟人家说要去上班又不去？不过邱婷这一次也算是用心了，我觉得他对 Kelly 哦用气还蛮深的。那就可以说话不算话吗？也是哦，邱婷这工作态度不大行，还是这个样子。今天晚上我约他吃饭，好好念他。你要念他？哦。啊，当然啦，他还有被念呢，我肯定要念回去，好不好？也是哈、哦，真的是。哇，古总哎，哦，你平常时不是拢练透早啊？啊，今仔日哪会练会到呀？透早天气也歹啦。哦。下昼吼气候也好啦。哦。啊，你找我有啥物代志？老太，啊你搁好意思问？啊你讲要去我店的行行顺顺看看的，你甲伊讲，偌久无去啊？哦，歹势啦，我最近拢处理我家己的代志啦。你无用你的代志，我看哦，你是无用恁斗阵迄凯莉的代志啦。不是啦，我只是凯莉经纪人尔。哦，我唔管啦，唔管恁是啥物关系啦，老太，你今仔日哦到底是要安怎？是啥物代志要安怎？我真正听无古总够有意思。
啊，你之前讲要去我公司上班啊，现在甲客弟上来上班啊。哦，是这代志哦，歹势歹势，我袂记甲你讲啊。啊，我无要去遐上班啊。你即马是咧讲啥？你敢真笑诶？不错，你看你唔要激动哦，卖受气，你边坐边坐，我偷偷甲你讲，来来来来来来啦，你卖遮歹啦哦。原来是安尼哦，哦，啊你明仔早讲的，像你拜托我的代志哦，我拢当作我的代志咧处理，用心咧处理啦。那像你，逐摆哦，拢甲我急憨憨啦。歹势啦，我以后绝对袂安尼啊，我就抓，我逐天你去遐巡，我就抓。讲的哦，嗯，害得我无讲白杀咯。不不不不，大哥哥，不贵了，他大哥哥。不管，大哥哥。大哥哥。盖章。过来登金呐。没错。哦，登金呐。嘿。登来啊。登来啊。无后悔哦。不。袂使讲白杀咯。白。害得我哦。讲话算话哦。算话算话。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这边。阿哥，你真系好犀利啊！你有其他人呢度都唔同我讲嘅，做咩啫？啊，大家约一约，坐起来喝个咖啡不好吗？而且这边的咖啡很好喝哦。啊，那个黄总监帮你点了一杯咖啡，请坐吧。哎呀，啊，坐坐坐坐坐。我跟你说，我跟小圆的事情，你不要过问。韩森哥啊，那个韩晓跟小云的事情啊，你就不用太操心了。Boss 啊，他不是个意思吧？傻老了。我只系问你一句话先，你对小云很了解咩？我只系问你一句话先。你对小云很了解咩？我很了解他，至少他愿意面对我，不像某。你对小圆很了解咩？我只系问你一句话先，你对小圆很了解咩？我很了解他，至少他愿意面对我，不像某。韩大老师啊，我是不知道你跟韩晓有什么过节啦，不过韩晓咧，佢系好关心你噶咧。你唔使担心，你可以放心嘅。我 don't care about you， 我只是负起应该负的责任跟义务而已，对 Mr. 韩根好交代。I'm your sister. You are Mr. 韩根's daughter. 我咧，师傅，大家都在，不打扰。啊，不会不会，你要不要过来插几卡啊？没啦，我也插几卡，我要带人家走了。就是你啦，人家兄妹在谈事情，关你什么事啦？走啦。你要去哪里？来，走，快走，快走。啊，对，韩律师啊，那既然你们兄妹都是在这里的话，那我打给小云，叫他过来，顺便一起聊。讲什么啦？快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艾丽姐。我
好，所以现在你是 Miss 了啊？我在这边有 conclusion 吗？走走走。知道了。Why you didn't inform me she is here? 哎呀，你不是老爷来的吗？阿胖，什么突发状况你都要迎刃而解的吗？而且啊，如果我先跟你说他会来，你这样子还会来吗？还有啊，我不是你们的传声筒，哎呀，透过我传来传去，你们直接讲不就好了吗？哎呀啦呀，你讲咩都啱嘅啊！哎呦，黄总监现在变得 so different。要不是我不要帮你了，我又要吃肉羹，我要跟秀明谈恋爱，我金不赢呢。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你是很 happiness 就对了。干爹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能不接吗？好简单嘅，你同佢讲啦，我不管啦，不理她就好啦。哎呦，你妹妹的就像是我妹妹一样啊。To you, she is your sister. To me, she is Hankin's daughter. 好了好了。我处理啊。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了，你那个眼神哦，跟你哥一样啊，杀气腾腾。是哦，那你刚才叫小袁过来比较好处理，是要怎么处理？现在是要这么呵护着他，啊？不懂啦。我不懂这个上进的青年。是什么原因哦？诱惑着你？感觉是很难说啊，我也不懂为什么 K 姐就喜欢你啊。好啊，你们两个讲重点啦，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哎，你该不会带我们出来还不知道带我们去哪吧？去了就知道啊。走啦走啦走。就是这里啊。啊，这什么啦？这里呢，就是 VR 虚拟实境游戏的地方，叫做 Bed Rail。Visual reality, repeat after me. Visual reality. 反正呢，那个 VR 呢要找你代言，所以我怕想说你不会玩，就先带你来试一试。怕到时候你玩到闹亏了就不行。那就试试看嘛，我也想玩。带你来就是要一起玩呐。哎，你嘞？你不玩了？一起嘛。嗯。一起，走走走走，往那边走。哎，我们玩射击游戏好不好？好啊。魔法夜派对。好，就这个。哎，我先说好哦，这是团体战，不要拖累我。哎，我真的不太会玩哎，所以我可能……哎，没关系，不要拖累我。别想我，拜托我当兵都满把了，小抗哦。这是打僵尸不一样好不好？又不是不会动的把。来啊！来啊！来妹！来啊！我想要选那个棒棒糖老公公。好哦。天上天上。哦。打吧打吧。来了来了。啊！僵尸啊！僵尸来了！僵尸来了！僵尸来了哦！僵尸哎！快点打僵尸！快点打僵尸！在天上，天上！你在天上干什么？我在天上。快下来杀僵尸啊！快杀啊！我一直被攻击，到底是谁打我？这里，这里，这里！什么啦？在哪里啊？天上，天上！这边有个大怪物。什么的？什么怪物？天上了？天上怪物！什么服务？天上有飞的吗？如果各位对自己的服装尺寸有问题的话，待会一并跟凯琳反映。另外，各位把自己上班可以排班的时间在资料表上面先填清楚，公司会帮你们安排。总经理，什么时候开始排班？原本是年底，但是现在情况有点改变，可能会提早。总之，各位先把时间写出来，公司会按照情况帮各位安排。小袁博翔，虽然你们在边只是暂时的，但你们一样要填上。没问题，基本上晚上时间都可以。
好，我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好，那各位就把时间先填清楚，然后一并交给凯琳。凯琳这边会帮各位统整，然后登录。有没有问题？没有。总经理，待会儿如果没事的话，我可以先走了。好，谢谢。你要去哪里啊？跟你命不一样啊！你有人倒追，我没有啊，我要去追人。你要去追谁啊？徐有明哦，帮你啊。追风跑步啦，不八卦，赶快写啊，会冒交。总经理，请进，我先走，凯琳，拜拜。不用上班了啊！我刚下班呢、啊，倒是你工作不忙哦，不用在公司哦。啊，你下了班，我当然也下班啦、啊。不对啊，你下班怎么会来这里？你应该要去陪韩晓的啊。就是因为你，他们兄妹俩才会细抢的。什么？因为我？他们细抢干我什么事啊？那还不是因为你他们在吵架。最好是啊，要不然韩晓为什么一直跟我讲说这里？好了啦，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不要一见面就吵架？啊，没有了，我们是那个Barstow 好兄弟来的。所以你工作怎么样啊？不错，我现在把班调整成夜班，所以我可以现在陪你跑完步之后再去上班。好啊，那你身体也还是要顾好。那你记得平常要多喝水哦。等一下啦，那个秀明，我也是下了班陪你来跑步哎。那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该注意些什么？但你工作不是很顺利吗？而且我都有帮你。我现在把班调整成夜班，所以我可以现在陪你跑完步之后再去上班。好啊，那你身体也还是要顾。那你记得平常要多喝水哦。等一下啦，那个秀明，我也是下了班陪你来跑步哎。那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该注意些什么？但你工作不是很顺利吗？而且我都有帮你。啊，是这样。对了，就是这样子。你的影子在我的心里转来转去转啊，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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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啦。哎，婷婷，你最近住上还好吗？还不错，但希望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哎，有我在啊，对不对？他绝对是大红大紫的嘛。那是肯定的啦。那重点是你什么时候要去邱总公司上班？哎 ，Kelly 都决定要留在台湾了，我干嘛还要去邱总那边上班？哎，秋婷，不是我在念你耶，你之前拜托邱总，邱总也答应帮忙了，现在你不去，总要跟别人说一声吧。邱总都打电话给我，我都被念嘞。我知道了，我真的太多事情都忘记了嘛。我就已经给邱总骂过一顿了。反正你就好好做了，不要辜负邱总对我们那么好。知道，知道。哎，秋婷，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我可以陪你去邱总那啊。哇，你这么想要被邱总骂，那你早点讲嘛。早知道我就让你一个人去。哎呦，婷哥哦，你舍不得 Kelly 姐被骂，你就直说嘛，别那么拐弯抹角。真的太无误了。真的啦，无误了。哎，对对对，韩晓啊，
他会那个三铁，他想要 PK 里面17连女生哎，真的哦，你看不出来哎，我只是喜欢运动啦，所以平常都要保持运动的习惯。嗯，谦虚了，谦虚了。你知道我们跑步的时候，他都追上熊命，连熊命都吓到。哇，哦，这屁孩的体能也没好到哪里，好不好？你也没有好到哪里，说人家。然后我们就不要管他们了，好不好？还想要找女兵 PK 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不要插手。也是，好不好？ OK， 好，不要理他们，我们再讨论时间。好。哎，好了 ，PK 之前也是要点餐的。来了，那个事情再讨论吧。多吃一点。哎，先讲啊，我请客。好，谢谢。一起进就吃啊，还不用进，多难当做一次。感觉美味呢。哎，是这样子的，这个呢是松林哥带来的主厨料理，说是给子云吃的，好是固味的。我想说回去弄了给子云吃，所以店里麻烦你补一下。嗯，好啊，没问题啊。在这边用就好了，干嘛那么麻烦？常飞，嗯，宽亮想跟子云单独相处啊。好，我接受。不是那个意思啦。I'm not gay 了，快点，都说你们要回去追剧了。追剧哦，啊，对了，正阳，我跟你说，子云他的新手机很好用哎，屏幕很大，然后电池可以撑很久。真的？那等我们存钱就买跟他一样的手机。好啊，耶！啊，宽亮，好啊，你们赶快回去吧。如果你们呢看太晚，来不及回爱情公寓，没有关系哦，这个代理市长批准。没英里。爱情公寓有公约哦，住在里面的人不能外宿啊，不是住在里面的人也不能留宿。没有关系。那关亮，你们赶快去吧。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好，拜拜。拜拜。哎，有吃饱吗？嗯，吃好饱。志强哥做的料理真的很好吃哎。那看来我要跟志强哥学一下怎么做料理。不行啊，那是他的商业机密。商业机密，我药水给你喝。嗯，好，谢谢。怎么了？好奇怪哦，彦明突然取消追踪我的 IG， 哎，可是我们今天还聊得很多啊。哦，那个子云，其实我今天看到你跟彦明有说有笑的，我心里面有点在意。何老板，我跟彦明真的只是朋友，我们真的没什么的，而且我想说，你知道我不是太在意。我也以为我不会在意啊，但。就看到你跟他笑得这么开心，然后就突然心里面觉得怪怪的。我没有要你不理彦明或是不跟他讲话的意思啦，就只是想把这感觉跟你说。嗯，我知道啦。其实听你这么说，我还挺开心的。啊，何老板，你吃醋的样子好可爱。啊，我们来追剧了，我们来看那个《粉红色时光》。嗯。我拿吧。好。哎呦。铁人三项 PK 我们17连女兵呢。好，接受挑战来，怕你哦。熊命，你来。我能说不吗？韩晓，看不出来你会练铁人三项哎。你这样说，我应该要检讨。不是啦，我是觉得很佩服哎，女生练铁人三项超酷的。对啊。哎，你们都游泳吗？啊，你是在开玩笑吗？你是在哈喽？我们全部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哎，而且我们还有健测过。哎，那三项都要在一天完成吗？我是觉得可以分开啦，嗯，就是。游泳、骑车、跑步分三个不同的项目。嗯嗯，分开比的话，你不见得吃香哦。没关系啦，我就当比三个项目咯。我能说不吗？你能说不吗？那就派你咯。哎，等一下，
你干嘛？都还没比，你就要闹人哦？这是当然的，是当然的喽。啊 ？You want to practice ride bicycle 啊？这个我们之前有办过啊，要不然你去看秋婷怎么说了，反正他会找给你的啦。啊，对了，那个今天在咖啡厅你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treacherous and cunning， 你就不用跟他计较了。好了，就这样子了啊，好，拜拜。Hello。You didn't see I'm here? Dear brother, 有什么事吗？我想不透。那就不要想了。韩晓去跟人家骑什么 bicycle 呢？他不是刚跌倒吗？ Balance 这么差。你管他的。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找小云去保护他呢？ Good idea， 就是他了。 OK， very good。 那你现在就跟小云说要他好好的保护韩晓，韩晓如果有一丁点的受伤的话呢，我们就为他试问。 Understand？ Understand。 By the way， 说啊。 Just now someone say I'm married treacherous and cunning。 What a family。这你就问我就对了，因为我之前那个自行车比赛那些厂商都是我联络的。燕仁哥就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再麻烦佑廷哥帮我接了自行车喽。那可以有比？韩晓是要跟我们十七年女兵 PK， 阿凯丽光早上跑步就不行了，对不对啊，鼠弟？他也算是有进步了，如果要比也是可以啊。哎，算了吧，可以那个骂他还是不要。可是三天花时间呢，大家要上班。我觉得时间要瞧一下，韩晓说可能分三天。对啊，反正不是正式的比赛。不是正式的比赛，也知道安全很重要，懂吗？尤其是你韩大律师的妹妹，你不要小看我们十七的女兵，她们可是很猛。佑廷哥，你也不要小看我，我是真的有在练呢。哟，那看不出来练三角铁哦。不是。是标枪铅球跟铁。好了啦，你们都不要吵了，搞不好连你们两个跑步都输他嘞。是吗？谁？喂，总监。总监，我们在讨论事情，你可以晚点再打吗 ？Amy， 找我什么事？我是要问你那个送咖啡的电话几号。你要干嘛？先给我就对了，没有急事。韩森哥现在一口咬定我跟韩晓在一起，我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他要我陪他参加铁人三项比赛，陪他练脚踏车，还不能让他受伤哦，不然我就完蛋了。重点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会不会骑脚踏车。我这样听下来，我其实比较怀疑你到底是工具人还是男朋友哎。什么啊？这个重要吗？重要啊，而且是韩森哥叫你这么做的吗？不是啊，是黄总监打电话给我。黄总监。真爱好好保护啊，真爱。所以小圆陪韩晓，你心里会酸酸的。为什么要酸酸？叶明真的很厉害哎，何老板你觉得呢？他跟我说设计的东西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可是我不知道可以搭什么话。他还叫我有点想象力。嗯，所以是故意取消追踪我了。这就是成人世界哦、oh, 好了啦哦、oh, 人生是张难离塞惊动的手脸越挫越勇越厉害好了啦好了啦好好了啦痛痛的好了啦重重的好了啦就像装笨装
说的都好了。到你说了多少 I was talking about 好你过太多年 I did for too about 也要过几天受不了好了啦拜托别再说了太多了外头也太高就 right for the soul 这话就是外头的错而不去爱你所有外头的月亮比较圆但外婆的月饼比较甜